我说开始，然后你打。怎么启动的人？啊？我去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回事？啊？你又打房间了？房间就打房间了。好，完了。打了课。二十了。现在零分三十。你咋的了？穿了呗。老家去了。我问你回点。回点。那我就洗一下。